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磊，欢迎来到722 Horned Owl Avenue。这是一套高端现代的，由知名建造商 H&N Home 打造的，位于河滨南岸 Riverside South 社区的3+1卧、3.5卫带阁楼和阴亲套间的单车库联排别墅。房龄不到两年，卖家投入了超过65,000的建商升级和近20,000的后期投入。这套房源的地理位置相当优越，位于 St. Joseph 小学、St. Francis Xavier 中学、Maryville 中学和 South Carlton 中学等顶尖名校学区范围内。步行即可到达公园和公车站，距离学校、超市、咖啡店、健身房、加油站等便利设施只需几分钟车程。采用了线形雪松饰面作为天花板底面的漂亮前廊，带领我们走进了这个温馨舒适的家园。一进门便能看到这个大量采用时尚大方的射灯，铺设了1×2英尺的大地砖的明亮玄关。室内有光滑的天花板贯穿全屋，开放式的中岛厨房采用了瀑布式的岛台边缘和早餐吧台设计，配备了升级的大水槽、法式双开门冰箱、内置微波炉和双层烤箱、顶吸式抽油烟机和带烧烤架的嵌入式燃气灶。橱柜内设置了拉出式储物系统和垃圾收纳系统等等，带给您一个超高端实用的烹饪空间。客厅有朝向西南的两面窗户，引入了充足的自然光线，更有现代的线形燃气壁炉，让这套房源更显时尚大气。走上配有 H&N Homes 标志性玻璃板和橡木扶手的天然实木楼梯，我们来到了二楼。阁楼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家庭办公空间，主卧室设有额外挑高的天花板，朝向西南的明亮窗户，豪华四件套独立浴室和大型的步入式衣橱。此外还有两间宽敞的卧室、共享浴室和便利的洗衣房，全都是石英台面哦。来到地下室，精彩还将继续。地下室增设了一个水吧台，配备了水槽和小冰箱，提供了非常充足的待客娱乐空间。同时还有一间完整的浴室和卧室，可以用作客房或者阴亲套房。不仅如此，朝向西南的后院全天采光良好，即使是在下雨天，在后廊下听雨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这套提供了超高端生活体验的时尚联排别墅，您心动了吗？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者想要预约看房，请随时联系我。郭磊地产，安心买卖，服务至上。我们下期再见。